一军大营，一军大营，杀入水道一军大营，百万雄兵如金雕，红魂翻涌如雄海。雄鹰，一声雄鹰，一条威武神鸟，缓缓加上一兵大营，金雄不平，让众将士兵观其本色。人来奉银温先生，以后在下严基础，严基础，不曾听闻的妙计，我对你有印象。天地合，海天宽，你怎出现在万峰三峰之上？我一了难得，心生何感？对吧，你来此何事？有请盟友姑娘与我同行，要请盟友一行，这位何事？我希望你替我救一个人，救什么人？少爷。以后还有小丑无灵，请别人看得清了吗？对的。暗夜肃静，高贵平静，手中有水金香，完全留下在墙上中，看得一尊不离相像。辛苦之力的，只要用心，多少万不需要。严当真，气氛出钱一点。万中趁来几秒和平军，我飘。我们要和平。一根接着，人不分享，贵国人独守精力，做人欲得东归，五家万千，引渡如来。要是以无人我为秀无人好相信我闻天我就不过就跟一将之力化开阳神之交。无人在场，此时杨某向定下之来，
注定是条最意外的生路。哦吼！为国忠良，也请恶人，为国忠良，因何意外再现？伊也说有家有路，即张温仇将再现倒在黄昏。西汉将军，你是经纶，真要归顺救世主之下吗？文主参观如何？不差，是个国人名副其实。哈哈哈哈哈哈！有人今日不磨更轻。不磨空天之来，就是这失踪，听书闻水之来。就出来吧！圣公在座，天教缓缓降临。救世主，天教十六通，如果我记准，我就是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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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奇怪着，所以吹到大军召唤，这场目足生情，结果究竟如何？欲知精彩后续，请继续坐看我们的播的《黑的金环路集》《兵家良魂》第39集《无休英雄》。